行李请坐。啊，各位同仁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好。啊，因为咱个装迄个台北州的吼州长吼，因为吼伊到位啊，吼我来介绍一下。来，咱台北州的州长来。今日，请坐。各位同仁，大家早吼，歹势。啊，今日这节课是迄、那个，法治与实务啦，恁这课有稍微调课一下吼。啊，即摆咱今日要讲的是这个公民权利法，公民权利法吼。啊，这个。好，无咱吼，顶年迄个日本大地震吼，啊美军有撤侨来台湾，这件代志大家毋知有印象无？啊，伊撤侨来台湾的时阵，伊是通过上海关。AID 哦，啊，迄当阵啊，美国有伫遐租到北京的这个五星级饭店吼，啊，这人入来才有千外个人啊吼。千外人，啊！你想，因即马要出去，经过倒一个海关，嘛是 AIT 吼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个海关有，这个窗口敢有拆掉？无拆掉，还还阁伫咧哦。啊，这呢是主权什么人个呀？吼、哦，为这个相片来看是真清楚啦，这是 AIT 吼。哦，这是 AIT 的人在办这个通关的手续啦，哈。啊，这个人要出去吼，嘛是要经过 AIT 啦，所以这个关并无拆掉，还要继续关在啦，哈。啊，吴东伊讲，怎么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伊希望 AIT 能让中华民国移民署的官员帮助 AIT 在机场的通关手续嘛，这就是一个证明哈，伊唔是老大，老大是美国。伊讲这个。桃园机场遮个海关个甲移民署不得插手办理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真正明，这记者讲，这袂当讲吼。啊，你想看卖吼，美国撤侨来台不到一千人 ，AIT 就要开一个窗口啦吼。假使讲咱若是有五万份个一卡个时阵哦，公民卡呐发行到五万份的时候，伊要几个窗口？可能要过一两个哦。啊，若过一两个时阵，这会有啥物代志？那真正开卡的时阵，各位大家唔知有这个卡无吼？那有吼，你甲想看卖，到时偌济人会去进出这个卡这个关口啦？啊，这媒体会报道未？
啊，报道了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是毋是有真侪人、真侪台湾人会想要爱这份卡？啊，安尼这就可能是结束流亡政府的第一张骨牌啦。哦，这个用想的就知影有这条了。谢龙锦，这是第一张骨牌。哦，啊，要哪好这个卡早日上卡，早日开卡上路吼。就讲咱的。咱伫即个九月七，顶年九月七日吼，十二月二十吼，第一清分，第一批第一清分，心扎安尼偌久啊？三个半月哦。吼，啊若五万分安尼，你甲看爱偌久？哎，十年十二年半哦吼。啊，大家各位敢等得赴？等得及吗？吼，即可能爱赶紧一下吼。所以咱即、這个，法治法有初选。伫咧一月七八只有训练二十三个人诶，即个通啊办理即个工课啦吼。啊，搁伫一月十四完成三十二个人合格吼，所以即卖有五十几个，有十五个吼，会当受理咱即个公民权利法即个公民权的申请的即个窗口吼。啊，因即个受理权是没有桌别的限制啦，比如讲张先生有即个资格吼，啊，伊伫即个咱只柜台只统一受理吼。但是伊收着爱交予各州啦，吼、哦、嘛是爱交转各州啦吼、哦。啊，每一个拢同款，拢有这个权限啦。啊，这申请的费用，这是各州决定啦。但是500块是这个开卡费啦吼、哦。啊，本土非本土台湾人吼、哦，那是伫这个。那是伫这个开卡进程有参加这个民政。举办各类研习会哈，那协助推动这个公民权的开卡工作哈，以贡献卓著也可以来申请变更这个申，也当用 EC 这个等级当改做 TW 了哈。就讲咱台湾其实有真侪乌汉字哈，啊这边啊处理了哈，咱叫一个就讲可以一个，这实际上是等于是一种规划的一个方便的法门哈。啊，就讲咱伫参加这个是这個、推动这个申请审核公民权的人吼，要有一挂观念吼。就讲基本上，拢什么叫台湾公民吼，什么叫台湾居民吼，啊，什么唔是公民嘛，唔是居民，这人是外国人啦，还是无国籍的人啊吼。基本上这三种人，啊，你这几个观念大家唔知有清楚无？什么叫台湾的公民吼？哦，啊，即摆来几个问题来问看卖啊啦吼。即、這个伫台湾有户籍的流亡政府的人，即什么？即叫什么人？公民还是居民还是什么款？居民吼。啊，台湾有户籍啊，老爸是中国人，老母是台湾人，即种嘞。即嘛居民吼，伊有户籍吼。摆顶是还阁看者吼。什么叫居民？就是讲，伫台湾设有户籍的，拢是居民啦吼。这个观念卖有吼，伫咱遮有户籍，拢是居民吼。啊，这个伫台湾无户籍，老爸是中国人，老母是台湾人，这呢？外国人吼，哦，这较清楚哦，恁这班较清楚哦。嗯。啊，伫台湾人有户籍，啊，老爸是南非人，啊，老母是台湾人，这呢？啊，这叫这有户籍的吼，你来看，若有户籍的，就是，对，上起码有基本的身份，就是居民啦吼。啊，有户籍吼，第五个有户籍，啊，老爸也是中国人，老母也是美国人，这种的。哦，这居民吼。啊，第六条，台湾有户籍，啊，老爸也无清楚，啊，老母也台湾人，这种的。公民吗？哦，这个吼、哦，老爸啊无清楚，老爸啊卖看，啊就剩老母啊尔，啊老母是台湾人，啊这当然是台湾人啊吼，啊台湾公民啊吼，啊伫台湾有户籍，啊老爸啊无清楚了，啊经中国人认领，母为台湾人，这种呢？
什么叫认人啦、啊、吼？即个即是一个认人，就讲伫外口生啦，小生生的啦。啊，小生生的啊，你老爸啊认人，啊，即是变成老爸是中国人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即种是，即种叫做居民啦、啊、吼，因为伊有户籍嘛吼。啊，台湾有户籍，啊，老爸啊无不详啦、啊，啊，经中国人收养，啊，老母啊台湾人，啊，即种咧。我讲哦，这个收养吼、哦、是共婆来饲的啦吼，甲、哦、你无啥物关系啦，甲这个中国人无啥物关系啦，所以伊共款是互不详嘛，啊，所以这甲第六条共款，这是公民啦吼、哦，公民。啊，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吼，除了共用以外，每一个人拢爱入记时代户籍成本，对不？这条唔对吼、哦，你看吼、哦，何瑞言。伊是伊来申请，伊有日本时代的身份证无？无吼，无一定吼。迄第五条以后都有这个问题吼。所以来申请身份证的人吼，你要看是用根据哪一条啦吼？那第三条是爱啦，啊那是其他就免啦。啊，原住民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，同样免付这个日据时代的成本，对不？因为比如讲塞特巴莱遐有无？伊阿都改剪嘞，套有户籍，有无？啊，即个人来申请爱停本无？啊？哦，嘛爱哦吼，因为即1945年以后吼，拢有建立这个停本的这个户籍吼，所以因家嘛是拢爱吼。啊，什么叫台湾公民吼？即突然就已经有啦吼。反正这个问题哦，不太好回答啦，无要紧啦。啊，咱那开卡了，咱来准备什么头？准备什么？看我来工课。开卡了，就是准备爱执证啊。上无伫海关开始嘛，移民署才开始嘛，对不？哦，啊，咱开始执证迄当阵啊，这海关有收入嘞，钱免啊开。诶，前面啊开始，咱一个真大诶功课啊吼。啊，即马中华民国即地方政府拢起一寡蠓仔管，恁知无？几千亿诶了。啊，即个咱若是讲无迄个知识哦，咱往来甲伊共款哦。哦，安尼是无甲好啦吼。几啊千亿是偌济，你知无？一个规个国防预算诶。啊，所以讲这里吼有一个观念，大家介绍一下一本笔。吼、哦，你要开钱要有这个概念啦，一本笔啦吼。就讲你的一本笔呐大，这个笔呐大一吼，表示讲做这个工课会做的，比如讲效益整体的效益跟这个成本来比，这个较大就是讲效益呐较大就是讲做大一啦，表示真的有可行可以施行啦。一本笔越大的话，表示该计划施行的效益越高嘛，越值得施行，可以作为咱若医生伫排的时阵吼，就照这个一本笔大小来考虑讲，这个是不是有较有价值去实施的吼？啊，要介绍这个一本笔哦，即个专家啦，即个请咱的总理吼来开课，伊是经济专家嘛，哦，所以这个观念吼，希望大家爱有啦。基本上吼，这个以后要用有个。要计算这個，不是大家去计算，你也会晓看就好了吼、哦。但是爱知影讲这爱找讲精算师啊，是讲什么迄款的会计师吼、哦，来替咱算这个物件。哦，这个预算做出来，爱经过这个人去核算这个物件，核算之后这个一本笔大小。安尼机会你审的时阵吼、哦，这边讲安尼，甲遐行政官员咧拍算画咧拍拉件安尼吼，啊拢无一个标准，安尼唔对吼，爱、哦、有这个观念。啊，咱来，这个预算啊，胡编乱制啊，即卖就是安尼，胡编乱制吼，就是蠓仔管啦。啊，错误政策比贪污较严重吼。啊，这内底有一挂滥权啊、贪渎的行为吼。为什么地方政府的官员去蠓仔管拢无代志啊？是啥物原因？伊这就是讲吼，要起一个管啊，要起一个啥物法吼？起一个啥物法？这是一个政策的决定啦吼。啊！政策决定，这
这有一个裁量权在里面吼，他说没什么，这是一些好坏，没什么违法的问题。所以他起一个网管，吼，啊，若是说这里面起的过程有偷工减料，这叫什么？啊，这叫贪污哦。啊，你若整个都是网管，这浪费啦，啊，比贪污哪一个较严重？啊？哎，政策是较严重哦，吼！这规去规个拢是网啊管，这当然是规个浪费啊！啊，你偷工减料是一部分尔嘛，哦，这是所以这政策比贪污更严重哦，吼，这更严重。啊，这有行政裁量权啊，所以很难就是说这个图利罪吼，很难去堵它啦。啊，但是咱若是讲有一个一本比的概念的时阵吼，你这个预算，你的一本比小于。咱讲伊袂当执行嘛吼，啊伊个执行安尼变成什么？安尼就违法啦，违法就会当甲讲啊吼，会当就是可以阻止他。你讲你这行政机关去做这个代志，安尼违法啦。讲预算法中吼，那是讲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的规定吼，有一挂作用啦。当然，行政裁量是否违法，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嘛，是毋是违法？这就一个真清楚的物件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再来讲。议会你审查的时阵吼，一本笔的大小，以一本笔的大小来定这个排列优先顺序，吼，会当用这个真济这个财务要支出嘛。啊，你好歹你就是照这来排的，真清楚啊。啊，你我一百亿尔，你计算百二亿嘞，啊，这计出来二百要太大一条，哦，都唔是人际关系还是讲力量大小的问题，就是有没有道理的问题了，哦，是不是啊？咱就当讲用。有没有道理来看这个事情？那记一个啦吼，这个一个例子来了，大家来看卖吼。比如某一个林区啦吼，伊巡山员，若是讲五个人的时阵吼，八斗林吼十公顷。啊，你若巡山员十个人的时阵吼，八斗林五公顷。吼啊，安尼到底要请十个，要请五个？你看讲八斗。被砍的这个林五公顷的价值吼，甲请五个新三年的这个人事费，你甲总甲算起来安尼吼，安尼看哪一个较大？那是讲请五个一本比大一的话，哦，请五个就是讲林木的价值比五个人较有价值了，安尼就会当请这个人嘛，哦，所以讲要请人，其实嘛是会当看伊的工作做甚物，会当做一个评估啦吼。啊，过来就讲。这个县的吼，要办这个市运会吼，开几啊十亿去这个体育场馆嘛吼，这国民党常在做这种代志吼。啊，办完市运会的时阵，每年都除了编1000万元的这个员工薪资，爱管理嘛，啊管理还佫有费用嘞，哦，还佫爱水电啊什么还的费用吼，9000万啦吼。啊，每年出租收入。3000万啦，啊，一年要亏损7000万啦吼，啊，管户的财政局吼，讲要委外经营啦，每年可以节省上面的开销嘛吼，啊，也可以扩展政府额外的财源吼，啊，但是立场无同啦吼，啊，这关键伫倒位啊？关键是伫1000万哦，唔是伫即个7000万哦，吼，因为这一千，这员工倒位人。拢是县长，还是讲议长遐个人嘛？啊，你局长你变哪个去甲推翻？啊，这拢是亲戚朋友嘞。哦，所以这就你当然你就无法度甲伊讲啊。啊，所以你就是继续浪费啊，继续浪费。哦，啊这啊你若讲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的规定的时候，你财政局你就当甲讲啊，是不是呢？就我都当这件代志。啊，你当委外经营的时阵。我给人做，我可能收一块嘛好，收一块就等于讲减3000万啊嘛，减损3000，减损7000万嘛。你凊彩做嘛，嘛要比安尼较好。但是讲你要有工具啦，这个工具就是讲这个一本笔吼，这就是一个工具。啊，过来讲，咱若讲要起一座桥啦吼，咱首先咱评估嘛吼，这座桥要起歪起吼，你看卖吼。检查看卖啊！假使讲每一天有100个人会通过这个桥，啊，每过桥吼，一个人来回节省3点钟啦吼。
你这山谷安尼吼，啊你爱爬落搁爬起来吼，啊若是讲过这个桥吼，安尼较节省时间嘛吼。啊，这些总时间是300点钟嘛，每一工嘛吼，一百个人3点钟吼。乘以每人平均劳动收入吼，比如讲每小时200块啦吼，啊，着具体着一天的效益着10000块嘛，啊，每年365天着2190万，啊，若会当这个桥会当用50吨啦吼，啊，着是10亿几嘛吼，啊，起这个桥了吼，今日桥顶吼，这风景袂歹安尼吼，所以这还佫有一个。会具体效益的，环境袂歹，这心情真爽，这要算偌济啊？啊，这都真歹讲嘞吼。啊，但是就讲，咱这规定一个明确规定来讲，上济袂当超过30%。你心情真好，这个吼，这上低当算到30%啦吼。你讲安尼合起来就讲就上限就是讲。这个30%嘛，上限就是3亿2850万，合计起来吼，具体效益跟非具体效益就是142,350块。所以讲你这个桥吼，那比这较济吼，这个桥会当去未？安就袂使去啊吼，这了钱啊，无迄个效益。啊反之吼，伊起起来都5亿就起起来，吼安尼这条桥就会当去啊。啊，这是讲，因为一个一本笔也当用在真济所在哦，吼，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啊。大家若知影有一个简单有这个概念就好啊。你个质疑，你行政官你这个计划你有一本笔偌济，提出来讲看卖者。啊，你要讲这，唔是讲伊家己好哦，伊要有这个精算师还是会计师来算这个物件，吼，安尼咱就袂叫骗你啊，袂叫好去啊。啊，各机关诶，什么款诶物件爱一本笔啦？就讲你啊，经过审计团体预审吼，不计政府啦吼，迄公营事业啦，是讲最佳减算财团法人基金啦吼，拢有这个需要吼。即卖地方政府真侪，这个钱拢是伫这个基金出去啊。哦，财团法人啊是什么基金出去啊？迄你拢无需要人查。啊，但是咧讲，咱这规定就讲，若是要经过审计的，拢爱吼。啊，有一款物件是贯彻国家政策的吼，未必有具体效益啦。啊，伊这适用范围吼，由国务院来以负面表列来主来，比如讲这个司法的，也是讲社会福利啦，吼，也是讲教育的啦，有真济啦吼。啊，这种物件可能就不适合。不适用这个东西，但是伊原来是爱省，但是伊不一定爱适合这个物件，他还是要算出来哈、哦。啊，但是就是说他不适用这小一不得执行这个规定。啊，就讲要省这，咱讲一个预算一个圆圈啊啦，一块饼嘞哈。啊，但是得要适用这个物件哈，就讲不爱适用的啦，吼、哦，负面表来讲不爱适用的，可以各部门去列啦。啊，剩的就是爱用这个物件。安尼嘛不会造成就是说执行的障碍啦吼，啊都，互你先经跟我你家己讲啊，看什么话你不爱用啊，哦，安尼这个规定够合理，会不会自在难行？不会，不会啦吼，但是国民党政府是不要这个东西的，安尼对起大家拢会，底牌拢会显现出来。这个标准哦，这国务院再去这种类的、啊、性质的、啊、各机关去用哈、啊。啊，过来，咱去看一个这毒品的问题吼、啊。毒品目前吼、啊，监狱内底吼，90年的时阵，监狱里关吼、啊、有，就讲有毒品的这个歹势啦。有这个前科吼、哦，大概有23万人，啊，这真严重吼、哦。啊，这咱讲一个这个海洛因啦吼，迄药效每针每一针嘛7-8小时啦吼、哦，啊，一天爱是毋是注3针？啊，这一针1000块吼、哦，啊，一天爱3000，一个月9万，一年108万。啊，像啊，这是去赚来还是去拼来？
即拢变来啊，啊，着狗仔挂啦，什么坏啦，窗仔门啦，倒白去啦吼，啊，拢遮个人，大部分拢是种人啦。啊，即监狱伫关吼，有40%是食毒个，41%啦，40-41%安尼啦吼，伫遐走啦，有20%、21%、22%吼会拍出来吼，是因为无钱去买毒品，去偷去拼，叫警察抓去，法院判罪，关来即块啊，所以。整个监狱里面有60%以上是跟毒品有关系，所以说这治安毒品处理好，治安就好了，治安就好了。现在这个中国他怎么用，你知道吗？这毒品是说乐界村，去一个乐界村，你60%都送去那里，然后买啦买啦，反正都送去那里，乐界几年了，三年、几年安尼，啊，就出来安尼，就好安尼啊。你个想安尼个好，安尼爱开偌济钱，你知无？你起一个，你个关吼，你个土地嘛，啊，你个起厝嘛，啊，你个人员嘛，啊，个物资投入去嘛，安尼开偌济钱，开足济钱，这袂算，啊，个无效，这是中国在做个代志。啊，咱即马国民党政府嘛是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啊，你看这个23万人吼，有70%是海洛因啦吼。拄仔讲这吼，有70%是海洛因嘛吼。啊，这一个月9万，一年12个月，啊，算起来才1,700亿，1,700亿，这海洛因的。小卖哦，啊，若加上其他的毒品，安非他命甲其他命的合起来差不多2,000亿啦，有2,000亿这个消费市场，啊有中盘，啊有大盘，啊有进口的，中盘这一半嘛吼，啊这大盘就同款啦，啊赵书记白一定要洗嘛，毒品来洗一届啊，毋则袂继续，毋则有钱。洗一届，一手洗一届了，洗到遮来，安、啊、这市场偌大个？超过3,000亿了，这比国防的预算较大了。18年前国防是偌济？你知道？2,900亿呢，啊比这较细。啊，若像啊警察的预算呢，较大较细，搁较细啊吼。连调查局合起来，你要处理这场，这个市场敢有法度处理？你无法度处理哦。所以你关的人吼，到十八年，我迄人在资料是本来是讲预算是5万，啊，顶监狱内底也要关54,000人，结果到年底加关9,000人，啊，这是证书嘛，这张证是证书的。哦，啊，讲，2010年预算来100亿了吼，啊，法定人就54,000人，平均关一人要偌济钱？18万了吼，加18万外啦。其中40%是使用毒品，另外21%是无钱买毒品去偷去抢去劫的人。60%啦，大概有36,000人是关是这的人。哦，啊这边来处理，变医生变较济来去家己安尼，去甲关安尼。你讲看到？呛呛吼，还是用变形安尼？啊，迄是赵书威啊，赵书威是爱甲呛呛，无毋对，但是食毒个呢。我咧讲吼，美国唯一战无赢一场战争就是这场。是安怎讲？你知？即个即年个时阵吼，伫阿富汗吼，即马美国兵啊，搁伫阿富汗底下甲塔利班底下战嘛吼。伊迄年死差不多2,500人。啊！但是伫个迄年啊，即、這个伊阿美门伫倒里知无？墨西哥死偌济人知无？死6,500人。啊，安尼真有影！伊迄个总统啊，派13万的军队落去抄安尼吼，死遐济人。啊，其实愈死愈济人啊。啊，这個、市场敢会变？食毒敢会改？袂改啊！啊，你死过济，伊嘛袂改啊！啊，这样要怎处理？
呛呛吼，安尼我看你这，其实有一个办法啦吼，其实有一个办法啦，你若是讲吼，病院来提供这个毒品的时阵，咱较早咱有真侪鸦片吼，1918年吼，有169,000几个食鸦片的，啊，到尾咱即马无去啊嘛，甲日本统治结束了，迄当阵已经无啥物食鸦片的人。是安那，伊就讲卖嘛，讲卖就讲简单讲就讲，病院吼，规气提供这免费的。你若免费的时阵吼，这个市场会走去倒去，消费者会走去倒去。大家嘛要去病院食免费的，啥物去甲你食乌市的？食乌市警察会抓你，啊，佫爱开钱了，吼、哦、对不？送卖，啊，所以讲，若是讲病院来提供这个时阵吼，市场伊就。主人的消掉，啊！这感觉的人，啊！这咱卖问啦，讲啊免费安尼一个人爱偌济？根据我的了解是超50,000块了，因为你海伦遐贵是因为抓到要骗骗嘛，这当然风险真大，爱继续爱管嘛。啊！那国家生产的吼，迄个化实验室去生产的，你讲伊贵也俗，迄个俗物嘛，对不？上面的时阵来提供，算算嘛才50,000块尔。啊，你要开180,000去甲关，还是要开50,000块去甲治疗？啊，各位大家也是有那个糖尿病啊、高血压啦、啊，是讲爱西药治，你想因敢治会好？你嘛是治袂好啊！啊，这毒品嘛同款啊，甲当作一个病的时阵，啊，就这都化学药剂，这也毋是啥物高级药啊吼，啊都。只有吃，啊！伊若讲来便宜吃，你想吼，这个有啥物好处啦？就讲你若想一个人，若是讲本来伫乌市食这个毒品吼，爱走警察局咧，啊，住这些安那，会快感，你知无？啊，即马来去便宜遐吼，护士甲你住安尼，感觉阁会快感。面相阁真歹，即虽然讲免费食吼，伊往伊住几年啊，就开始无啥爱住啊，就改掉。伫咧即个瑞士吼，其实有实施吼，大概2-3年开始吼，有1/3的人会戒毒，因为无趣味嘛，即嘛变做，哦，你若想象那个状况啦吼，啊有1/3的人会当减害，啊有1/3的人啊继续食，啊无要紧，你就干脆讲高血压是讲糖尿病治袂好吼。继续吃药啊，控制就好，因为这熟熟啊嘛。安尼，这个人本来伫台湾社会吼，这20-30万人吼，是偷抢劫的吼，是整个社会向下沉沦的一个真大的力量。啊，这个人变作去便宜的时阵，这个社会就无这个偷抢劫的减真济嘛，社会是不是会较好？你社会成本就少去啊嘛，啊，无迄2,000个倒来，拢大家共用的嘛，对不？啊，伊就变作讲，这个社会咱就较无遮个社会负担嘛。啊，而且遮个市场变作伫倒位啊，变作地方的医疗院所。本来是乌市的，即卖变作讲医疗院所遐医生，地方医生提起嘛，伊有长期的客户嘛。吼、哦，安尼是毋是对地方的医疗会较发达一丝，较好一丝？吼、哦，安尼这个啊，佫有甚物好处㖏？你这。这个案件会减少嘛？司法人员伫办案件时，较袂拢伫遐当遮个饲遮个毒品嘛，饲遮个毒虫。伊案件减少一半，咱拄仔讲个60%个人会案件来减去。啊，所以讲你司法人员伫办案件时，是毋是较轻松？啊，无啥物案件，啊办案件较认真嘛，办一寡较有意义个案件，所以这个冤狱会减少，案件会较少啦。即想象得到了嘛？你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拢减一半的工课啊，啊可以投入真正的犯罪的查办啊，所以你这个会减少冤狱了吼。那伊风险减少啊。警察提袂到啦。警察提袂到啦，警察无得查这条，迄条才够你查。吼、哦，啊，无要紧啦，啊，就讲咱会当提供奖金嘛，来补伊个一寡，吼、哦。
警察的问题。啊，这瑞士试验的结果了，海洛因哦，这因这个 HAT 的哈、哦，几乎两三年后，三分之一当断联了，三分之一人进行美沙酮的治疗嘛，啊，另外三分之一还搁在用了哈、哦，啊，这已经有达到咱的效果了嘛。啊，世界卫生组织的伊的估计啦，你投入一块吼，你用一块去治疗吼，会当节省十二块啦。其实伊也无算社会成本，伊若算社会成本哦，会较低啦。所以这条一本比你感觉安怎？好、啊，这啊安尼治安会好未？会好啊，有信心哦，免骗骗啊吼。啊，这人伫社会会有用处无？会有用处，因为伊免去偷去抢啊嘛，啊，落去治疗尔，啊，会当去做工课，业主会请这种人，啊，较俗个钱包包紧啊，啊，其实咱还佫有一条工课通好做。咱大家中昼来食饭吼，拢剩一寡厨余，你知无？厨余边啊，摕去烧嘛，像即马国民党讲个摕去烧啦吼。吼、哦，你若想去烧有一个问题啊，你花多少能源去烧，啊，产生多少二氧化碳？哦，这就要去做堆肥啦。啊，做堆肥，各位，你敢有要去拆遐个物件？各方电拢有哦。啊，这第一线工课送去做，这个人去做上拄好。哪会动啦？咱就提供看一点钟看偌济嘛吼。伊、哦、若要做，欢迎伊来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这个人有用处无？有哦，有用处哦。啊，这堆肥做起来会当提供予农民嘛吼。哦咱俗俗话卖农民，也是讲包装要紧啊。啊，这呢偌济，你知无？啊，就那阿讲袂出来吼。啊，这拄按这毒品这吼，可以当减少艾滋病。艾滋病到98年累计吼有6000几人吼。啊，这6000几人爱偌济？另外，啊个另外94年的时阵，新增艾滋病这个感染艾滋病吼，2463人。啊！就讲每一个人吼、哦，伊个法定传染病嘛，爱开2万块去遐治疗。啊，这每一年大概要开10多亿啦吼。啊，平均一病33年，所以爱开500亿去遐治疗。艾滋病嘞，爱开500亿去遐治疗，这是毋是一大真大个数目呢吼？啊，你若前面医疗化吼、哦，就不会共用针头嘛。啊，你嘛袂去感染艾滋病。哦，所以讲，这个免费的提供这个海洛因哦，这是有真大的好处。啊，咱会当，就讲成立一个财团法人药瘾医疗处遇基金啊，这无改掉，这个应该叫药瘾啊。一年，咱拄仔讲这医生吼、哦，54000人吼、哦，100亿个医生，啊，60%是甲毒品有关系嘛。所以你这毒品的钱吼、哦。关人爱开100亿来滴，当年减30亿出来就使，减内30亿吼，拨来即块，成立一个基金会安尼吼，安尼大概变10年300亿吼，来处理即件吼，差不多。因为即个36000人算40000人啦吼，干嘛来滴有40000人？40000人出来一个人50000啦吼，安尼偌济？20亿就有安尼，治疗20亿就有安尼。啊！你个啊，你咪加十亿，十亿就是讲有人要来自首的啊吼，迄就同我治疗这个。啊！你成立这个基金会吼，你会当个，就是讲这个就没有排挤效应嘛吼，因为你本来伫政府国务院你开这条钱，要开这个干嘛100亿，啊，即马减来成立这个基金会，这无什么排挤的问题嘛吼，免国务院不用征税了吼。安尼，即个物件会当甲国际衔接即个业务哦，咱即个经验可以外销哦，会当帮助即个美国去建即场哦，伊拍袂赢。但即个安尼有效无？你看拢墨西哥呀，拢开一挂免费安尼吼，啊毒品是要卖倒去，自然伊就消掉。伊无市场的时阵，伊无经济来源，乌社会就用自然安那消去嘛。你嘛免用什么枪啊，跑去解解战。哦，
会当帮助美国拍这场战呢？哈，拍打赢这个战争呢？啊，就讲这个，过来讲这拄啊遐人毒品遐人要创啥哈？就讲这个刘立雪吼，伊是发明咧电脑中文化是这个人发明的哈。伊捌讲讲，食这个健康的菜吼，比你食药啊较省啦，较省。你食一寡有农药啦，有化学的，食久哦，你有一寡病嘛，累积长期会病。迄要开的钱吼，比你即卖食这个菜会较省，会较济就对啦。啊，就讲这喷的堆肥嘛吼，每咱1990年代吼，总户数是793万户啦吼。啊，每一户那是2公斤的话吼，一公斤啦吼。啊，若是讲有天气较潮湿来是怎么会吼？加起来，如果跟学校啊有诶无加起来啦吼，大概一工还有2万吨诶这个储氧，啊可以生产12000吨的这个堆肥，加4000吨的这个液体肥料了吼。啊，那个来算哦，300平改良有机栽植需要20栋了吼，啊一栋3000平啊，所以一年要200栋。一年可以产生约2000吨嘛，所以除起来吼，一年会当改良21900家的土地，就讲这土语，这土语啦吼，去甲堆肥会当改良遮济物件吼，会当你即马土壤拢贫瘠化嘛，安尼会当改改良，啊这生产有比较好的东西嘛，啊台湾的水吼拢是。比这些中国的好很多啦，啊，这条就，佮最后一个问题啦，光化疗这个问题吼，大家唔知知无？光化疗是这个吼，日本最近呢吼，就是说将废弃全省吼，将光化疗归属中华民国的判决发回更省了吼。本来伊个电话呢是讲这光化疗是属于中华民国，但是伊即马改变吼。日本政府已经承认中国由这个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嘛，中华民国所任命的前大使吼，丧失诉讼的代表权吼，停止诉讼啊，就是裁判。除了认定中华民国已完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之外，哈，丧失在日本法院诉讼当事人能力外，意味着日本政府承认对继承取得合法代表中国国家的人民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的承认哦，这不是国家承认的问题，这是政府承认，日本承认中共还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问题。啊，中国国啊一个尔嘞，吼、哦，大家都总在中国国啊一个尔，啊，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。啊，你中华民国若要去代表这个，你就温书的嘛，吼、哦，该抢这个温书的。所以人你讲中华民国顶是台湾，台湾顶是中华民国，啊你讲安尼安怎？安尼软海了了去吼，这叫做错误的政策吼，会比贪污更严重，对这种代志吼，咱都要讲的，吼就讲全世界吼，甲这个 PRC 甲俄罗斯拢主张吼一个中国，而且只有一个吼。前世这些承认中共政权、哦、是中共的唯一合法代表。啊，若台湾是俄罗斯吼，中华民国是台湾安尼吼，安尼中共若派解放军来占领中华民国吼、哦，就是占领台湾咯、哦。安尼算什么坏？内政问题啊、哦、吼，国际是袂当管什么坏吼、哦。所以台湾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台湾，加上一个中国原则吼，台湾是无未来吼。因此、哦、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、哦、PRC 和俄罗斯代表啥物人？伊有法度代表中国无？这甲咱无关系吼、哦。咱台湾是台湾安尼，啊，中国是中国。好，各家，感谢各位。起立。起立。休10分钟。